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南频道。今天又要来教我们的同人编辑器。那我们一样，先打开我们之前的专案。之前专案我们已经做好了任务的截取。那我们今天要来讲更多的内容。我们今天要来讲简易的按钮商店、技术装备以及玩家的 ID 侦测。第一步呢，我们先看来到投影片这里。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简易按钮商店、玩家技术装备以及玩家 ID 侦测。第一步，我们要先决定给玩家什么装备，以及装备有什么效果。我们的第一小点，例如说，我们造成攻击最大生命趴数的装备，比如说，比如说你生命值是 100， 造成你最大生命数2%的伤害，就是100乘以 0.02， 所以造成22的伤害。所以这样子的话，以此类推，你生命值如果越成长，成长出来，那它所带成的造出来的伤害就会越大。例如其他装备，受击回血、受击反伤、受击反伤就像这个传说对决里面这个反甲，提供永续效果的装备，持续作用。永续效果就是持续的一直会作用，就像是这个生命护符、长生护符这样子。有限制的装备，例如说在给你玩的光晕守城里面有一把武器叫做妖刀纯整，它造成伤害的时候，同时也会伤害自己，给自己一个限制，给负面效果或者是正面的效果，让自己有一些限制，但是限制一定的数量。那有永续的限制装备，就可以衍生出所谓的技术装备，限制又不会丧失强度。技术装备是一个可以用作统计的数值，技术的话是可以统计的数值，抱歉有点怯场，它可以单纯看成数字，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位，也可以做出那种效果显示，让在玩家头上，让玩家知道说，今天你技术跌到什么样子了，然后让玩家去做该有的变化，可以当作效果写出来给玩家查看，让玩家更明白装备应该如何使用。比如说你写了一大串的效果，但是实际上没有触发，没有实际的显示，那玩家不知道。但是你如果把它做出来，玩家就可以更明显的知道说，今天你的效果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什么样的回复之类的，什么样的效果。基本上所有的效果都可以设计出来技术物，但是加上技术了反而会丢失简单明了的效果，使玩家混乱。正常来说有好有坏，可能你今天设计一个复杂的装备，它可能到最后它变得更强，甚至是更上一层楼，但是那种简单明了的装备就是单纯加上一个负伤，让玩家不用思考那么多，反而有些时候会让玩家更好的思考，或者是更好去做其他所要构想的事情。应该来讲，金钱、魔力、体量都算是技术，但是运算的单位不同，所以他们不算是那种额外的东西，但已经在 RPG 或者是 MMO 啊 PVP 游戏里面算是正常的了。那我们第一点的第二小点，列出所要制作的装备，确定概念之后，开始着手设计你想要设计的制作的装备，把价格、所要购买使用的代码以及效果列出来。技术装备里面，像给你玩的光晕守城里面的主案者跟阐释者，然后传说对决的辅助类宝石等等，土之宝石、水之宝石、火之宝石。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内容是下面这两个装备，我们做出来在我们的专案里面，现在很清楚可以看到。那第一件装备叹息之刃，我看它的价格是很低的，因为我们只是要做一个范本而已。那我们代码给 A1， 每个叹息技术物可以造成 3.4% 的伤害，那我10秒可以叠一个，最多可以拥有12点叹息技术物，这个是没有消耗的，所以它叠到最后它会造成最大的伤害。那我等一下注意会看到剑回之铠，
每8秒可以增加一个建回技术物，当自身血量不等于自身最大血量的时候，可以消耗一个技术物回复 2% 的最大血量，最多可以拥有7个技术物。那就是它你可以点满，点满之后呢，它会消耗，有1的时候就开始消耗，那消耗到最后会变成0，但是每过8秒之后又会再加一个技术物，这是一个重复利用重复循环的概念。那今天你的血量只要不等于最大血量的时候，你就会消耗它，然后回复 2% 最大血量。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限制又不失强度。这里注意，每个可以造成 3.4% 的伤害，最后都可以用12个，12乘以 3.4 等于 40.8， 所以最大一次可以造成 40.8% 的伤害。那跌到最后 40.8， 但是想当然你要付出时间这个代价，用时间去叠加，10乘以12等于 120， 所以你要等2分钟才能打出这种最大的伤害。有限制又不是强度，但后期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得很强，就是这种感觉。那注二，射完加变速等于 PE， 那 PE 打出这一长串的时候就等于自身目前的血量，在寇特甘姆都可以找到你想要使用的变速，要记下来。我记得有一个大佬有打出他目前所找到的变速，或者是你可能会用到的变速，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下一步我们就要做新增一个 NPC 当店，架设你想要的位置，可以用一个 NPC 站着当做店员之类的，然后用告示牌让他们购买，然后就是制作说话按钮，这个上次讲过。接下来就是侦测玩家 ID 的系统，首先你要找到玩家伽姆叶，或者是在对局的时候按 TAB 去找到玩家，然后看他的 ID， 找到之后加一个回圈，用比对字串设玩家等于 PE， 然后 PE 打出下面这一层串完全相等，就是那个玩家的 ID， 就可以做他的专属动作了。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专案里面，那我们按照我们的教程，我们先拉出我们的装备，假设你要的效果写好了，跳到第二点这里，然后我们贴上，假设我们要的东西都在这里，然后我们要去做出它的效果。那我们首先要先架设一个商店，然后让玩家可以买到才可以架设效果嘛。那我们就先来开始着手设计我们的商店位置。这不用太复杂，放个这个桌子，来几个箱子挡着。花板可以让店员可以走进来，清明，然后 NPC 站的位置，然后我们等一下预想 NPC 在这，告示牌在这，然后储存回程式码，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到设定里面，在这里我们偷吃布一下，改它的代码，然后商店NPC， 然后我们的造型，使用这个我们 FK 人，我们那个 HT 模组的制作人的造型。那我们位置就放在我们刚刚所放的木椅上面，
然后记得它面对的位置要调，那这边已经90，那就不用再调了。这样子就完成了基本上商店的假设。那我们再做一个告示牌，改它的代码，新增这里，然后我们把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的东西给复制上来，然后代码不要让玩家看到。我们的注解也不要让玩家看到。然后做出我们的按钮。那我们刚设定了一个 CC03， 那我们就把 CC03 做出来，然后写购买，这样就完成了。那我们等一下到里面就会看到告示牌里面会有购买的按钮。那我们下一步，就要制作玩家的购买过程，那就是让玩家按下按钮的时候。那我们先投石布一下商店，按下按钮 A1 比对之串不用，然后检查比较数字 T1.code 它的钱大于等于300。那如果要限制玩家只买一个装备，那我们就101 不等于等于1的时候，让那个变数等于1就好了。当然他不能再次购买了，然后这里清理掉，这边写上购买成功。这样子玩家就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购买了像他一项他想要的装备了。那我们现在卡住了。好，我们现在不只是做出来这个购买的效果，我们还要给他实际的动作。像我们这个变数已经走出来，那这个变数等于1的时候，我们要给它一个它该有的效果。当玩家攻击的时候，会造成叹息之刃的伤害。那我们这边一样偷吃布复制之前的检查在这里，然后不用侦测它有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它要限制的效果。接下来就是做你的运算变数EPA01 整数等于
攻击力成语，我们等一下要做到的叹息技术物 EPG01 乘以 0.0034 3.4%， 然后给他们一个四舍五入，这样子就做出计算了，然后再给他一个减伤 ，bad 流血受伤 ，P1 cold， 然后 EPA01， 然后记得这边绝对要给，我检查一下，对了，然后给他一个特效。Bad， 然后跳稍微高一点，换个颜色，这样子我们就做好伤害了。那我们要做好技术物的计算，那这有没有回圈？数字投石部，把这个按确认，然后移除。我们这边没有打出它要该有的效果。叹息之刃。换点扣的，这边就可以显示你的加叠1万点扣的底线。EPG10 然后间隔8秒 10秒，然后等于一，然后小于12，这样子我们就做好叹息技术物的加叠了。那我们接下来做另外一个，这样子另外一个按钮我们就做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做人物检查，人物血量。那检查人物血量的话，我们用回圈，然后我们复制叹息之刃的加叠，然后刚刚的代码，复制下来，不等于等于我们的C
资料。不等于血量的时候，然后第二个小于等于七，大于等于一的时候。二等于二减一，然后偷吃布，这里是 B 等于2%，那这里算错了，对。这样子就做好上面的计算了。那我们今天做恢复，那我们给它高一点。角色加减血 P1 加血治疗，这样子就做好回复了。那我们今天加叠技术部分，我们再次偷吃布。这样子来做好，这里是我想想，小于七的时候，对，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二，然后把复制贴上，删除，这里删掉 ，B 二。这样子就看到恢复的血量了。储存，这样子我们基本上装备的部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假设我们的玩家 ID。玩家 ID 怎么侦测呢？玩家 ID 一样回圈，我们复制这个回圈，删除，删除。我们的工坊改一个颜色，用蓝色，给它大一点，5，
速度 0.5， 给它两个，系统等待 0.5 秒，然后玩家侦测 P1 NICMME 这样子，玩家侦测玩家名，然后也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再玩家侦测作者，然后不重复零，起始时间开始6秒，然后找到自己的伽姆叶。这里复制，然后变数比对字串，这里贴上完全相等 P1.USERNICKMME， 这样子就做好侦测了。那我们再偷偷的加一点钱给自己，好，我好来买装备，变数，全域变数 M 整数，复制，加1000块，然后放在前面。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测试咯。进入，有了，进入游戏，等待6秒。好，没有做出来，NICKMAME， 这里有什么吗 ？P1。再来一次。2秒，4、5、6、7、8。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商店。好，应该是我没有启用那个。对，对，没启用。然后这边应该是没有 P1 哦。对啊，哎呀，
真是慌了慌了。这边已经做好了。那购买，购买成功。零零零零。效果没有出来，我们也没有做那个捡钱。嗯，嗯，多打一个零啊！对了，这边要先设成零，那小于的是小于跟运算的那些事件才会先去做运，才会去做运算。哎呀，致命失误，这样子应该就会运作了。那，哎呀，玩家 ID 这边真的是。这边是正常的，这边是对的，果然不应该偷吃布。烦你。两秒，回圈，玩家一万变数直串一万点 US。USER， 嗯 ，ER， 我刚刚是不是打成 RE 啊 ？NICEKMAME，KMAME， 然后这样子快跳。玩家侦测。哎呀，切两次。OK。哦，这可能是告诉我们说做人不能贪心这样子。100块就好了，对吧？能测试，刚刚好能测试就好。做人不要太贪心。光环，好，再测试一次。有了，第一次钢制塔座，那购买有了，碳基就开始叠加了，剑魂也开始叠了，那攻击。
应该是四舍五入之后是零，所以它没有办法造成伤害。碳吸系数一直是一，这边运算可能出错了。碳吸之刃。四舍五入，什么一直是一呢？给他加一个最小儿，碳吸系数这边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的 bug 的、啊。PG 零一 ，PG 零一等于零，等于零。一边带着做，一边带着搓，哈哈。购买，购买成功，购买成功。等叠，伤害有一，还是一，还是一。接任务。还是一，还是一，找到了，这里编码没有打好，编码都没打好，哎呀，真的是哦。重大失误，这告诉我们编码一定要打好，然后再检查检查再检查。哎呀，那这样子应该就会叠加了。关闭，购买，接任务。有了，开始叠了。现在是初期，没有办法体现出它的效益。
但是已经明显的看出我们刚刚的探奇阵的伤害可以超过一般小刀伤了。但是注意到剑回之铠在升级的时候会触发，会跟自己的升级奖励做加叠。叹息之刃那里似乎是没有给出伤害的样子。欸，我给的好像是 P1 Bad。 有，然后如果不明白的 bug 的话都可以查在这里。负伤叹息之刃小怪死亡，剑回之铠，负伤，叹息之刃有在运作啊，那就是小怪的血量，稍微看一下，15、10、35啊，有一个伤害值不见了。都有显示，但是他的伤害怪怪的。P A。 好，我们现在再教大家做一个指令，设定这里。指定玩家指令，重复次数无限，间隔一秒，0.1好了，并一样，我们用偷吃补的，复制这里。然后复制上刚刚的代码，然后扩充事件这里，角色说话，这里是跟回圈一样的，那我们等一下舍弃回圈就好了，不用再去多做一个检查内容。CFU 01，舍弃回圈，加1000经验，关闭音乐。购买装备，CFU 01，运算的太慢了，应该要把升级调成0.1秒。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叹息之刃还没有叠完。我明白了，是那个冷却的时间。OK，
现在可以看到太极真人伤害上来了，再叠一个应该就会不一样。八，已经超过了。这样就是技术装备的限制跟以及它的功用。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的限制它的前期，然后让它后期可以变得比较强力，或者是去做到其他的功用。但很明显的已经可以看到叹息之刃的数值已经远超过我们自己的伤害数值了。叠满之后是55跟36。132中的 40.8% 跟 27% 打出来的效果。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左下角个喜欢，右下角个订阅，我们下次再见。还有想看到什么内容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才可以拍给你们看。下次再会，拜拜。今天谢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左下角一个订阅，右下角一个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欢迎来加入我们的 DC 云群哦。